位置调节，我们正常机器开起来看一下，像这种线跟标往下掉的时候，它还没打出去，这个时候它直接就掉到这个横风风口上，这时候会把线给它剪断掉，横风风口会把线剪断掉。这时候怎么调节？我们到触摸屏主页面，我们点参数界面，然后这边有个功能，功能有个脱线位置，刚才我们打出去是打得太晚了，往前调的话我们是往早调，这时候你要自己试，有时候剪一把，刚开始剪大一点，往早一点，让它早一点打出来，我们设个250左右先试一下，然后机器开起来我们看一下，你看我们线跟标往下掉的时候，它刚好是打出去的，这个位置就是对的，然后这边有个脱线，打出去有个时间，我们到时候这边调，这边有个参数界面里面，这边有个脱线，脱线时间正常我们是 1.2 到 1.5 秒左右，到时候如果位置不对，我们就调这个参数就好了。